这阳光的感觉真的也太棒了吧，阳光透视感觉真的太好。是我在曼城待的第三个星期，然后难得今天出太阳了，然后想录一段 vlog。 Hello， 那我现在呢已经到这个火车站附近的这家咖啡店了。现在遇到了一个尴尬的事情，就是这家咖啡店关门了，然后哎，这就很尴尬了。等等等，我们现在走到了，然后左边的是 Narrow， 中间的是 Subway，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这一家 Tim Hortons， 这是加拿大的一家连锁咖啡店，但是现在英国也开了。Thank you。各种各样的芝士小球。然后就是像类似于甜甜圈，然后但是它就是做成小球的形状。我点了10个，然后还有一大杯的拿铁。这一大杯拿铁放在星巴克至少得卖3-4磅了，但是我现在这里总共都只花了2磅。啊，现在呢，这里你们能看到的是印巴区，然后是相当于曼城的郊外吧。距离曼城市中心大概40分钟的。走路的时间，我说实话，这边的氛围反而你会感觉就是跟市中心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就大家都和睦相处。然后，哎 ，doing great， good job， morning， yeah， 就氛围会特别的好。然后看到一些非洲同胞和印度同胞啊，都非常多，巴基斯坦、土耳其都有。对，超的。然后现在抄一段近路，去稍微繁华的。免费的奶茶啊，买了10杯的代价，在英国这个地方，奶茶简直就是宝藏啊，简直就是宝藏啊，各位。最喜欢这条主街道，在曼城，也就是 North Court， 也就是北角，它这边有一块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街区，有点像北京的798。最喜欢的这家店，也就是我面前的 Carhartt。卡哈尔也是英国本土的一个品牌，这个店门口太多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仓活动，感觉有很多人排队也是有原因。Have a nice day。I was fine till the night that your friends introduced me to you, fucked me up. We got high at the bar, now the bar's too high.Girl, on the night we met in the city, I should've just got drunk and stayed home. But now I got a piece of you with me. Wherever I go, I'm still alone. I'm thinking, oh, na-na, hey, na-na. Damn it, I wish I never met you. Oh, na-na, hey, na-na. Damn it, I tried, I can't forget you. Never knew what I was missing till I had
给大家来一首啊、One Direction 单向乐队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18 18。 1 2 3 I got an heart and I got soul, believe me, I use them both. Make stars be